说，你去开机之前，嗯、这个一定要在这边。啊、你要是在这边的时候，到时候它回到原点不好弄了。啊，这个位置一定要在、啊、在, 这在这里。我一开机的时候，它正好回到原点是在这里的。啊、OK， 原点，这个就是原点。啊，这个就回到原点。原点啊，这个不会拆吧？啊、这个不拆。OK， 这是一体的。嗯，这是一体的。然后这个盒子怎么加盒的？你要知道。你要跟客户说这些盒子必须要平整啊，平整整齐的，嗯啊，整齐的把这拿开，然后往这里面放，对吧？这个凳子先拿开吧。哎，是对，有方向的，就是这个、嗯、对，嗯，反正这样放，到时候这边挡一下、嗯、好吧，这里必须要平整的，看到吗？这个地方，对，这里必须要平整的，这里必须，好吧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，它这个、啊、这种盒子放不了多少啊，好，那这个就这样了，然后我就开机了啊，然后开机，开机按在那个下面啊，按的是那个控制吗？还主控？就这个主控开关啊，这个是主控，主控开，对，空开嘛，这冰箱后面的主公开啊，对吧，拔上去拔上去啊，嗯，对 ，OK， 开机。